你好，欢迎收看7月26号的未来电视节目。一开始马上带您浏览今天有哪些重要大事，透过报道带您了解美国最大的影音串流出租网 Netflix 的现况和经营之道。 Big Data 时代来临，带您看看未来商机到底在哪里。美国市调公司调查年轻族群偏好特定的电视节目 Apps， Arial 的新形态电视服务将扩展到美国犹他州。